怎么样？这样考试啊？对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。哦，身体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。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？丢丢万不给，丢万。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。丢丢万不不给，丢丢万不不给，丢丢万不不给。哎，哦，非常。抠鼻。啊，嘴巴的怎么？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然后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！再多一点，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。更灵活的吗？这样。对。哎呀。前戏舔鼻哈，舔那个不给，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？Minach nach to bu ge。啊。Minach nach to bu ge。Minach nach to bu ge。哎。哦。好了啦，差不多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。比脸部的考试这样。嗯。你怎么那么强？傻笑啦！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。你应该是国宝级的。我刷牙都用舌头。我的时候，那是 BB。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熟。干你娘！怎么翻？我们阿美只有打啦，妈妈阿里不顾给伊那一束。超级白怎么翻？大家跟努比比说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努比比说。超级白那怎么翻？超级白直接翻就俺都来不记啊。Thank you.
的文字单字的话，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。100多个字。对，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，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，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，都已经过世了。拄工吃饼，拄工吃饼，跟阮去，跟阮去。三英八草是毛油，有拄嘛呢贵贵，落个茶来，嘿老落英。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马哈的阿姆。老黑本阿三，怎么落寞？我要欢迎。不要怎么乱，是个烂古人。我阿啥意思？我阿啥意思？花束花纹，我阿啥用么？那其实我去澳洲最大的期待是，我希望可以去到北领地。北领地就是澳洲原住民的地方，我是原住民，我希望去到一个国家，可以看到有原住民跟我一样的族群的人。我想要看他们长什么样子，我想要看他们的面孔。那当我去到那里的第一天呢，我就爆哭了。我为什么进去？我才刚进去，然后就被族群的过来，他们说给我钱。要洗澡，然后我就说，我没有这个东西，但是我可以给你面包，就是水，然后洗洗澡。他说 OK 好，那我就去买。我出来之后，更多人都认识我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有一点害怕，我就不到车子里面。后来我到车子里面，我就等大家进入三点之后，你才拿着东西然后提出去。然后当我走过去的那一段路，我才发现，我其实没有。我觉得我什么都给了，我没有想象的那么伟大。那后来拿东西给他，我唯一一个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跟他讲说，如果你觉得很难过的话，悲伤，你知道怎么办？你就对上帝祷告。我有了真心。安全性行为，性行为怎么讲？被盗。啊，是这样讲吗？啊，那是另外一个登母的意思吗？登母，登母，跟没什么。被盗。没挡是也是登母的意思，那个是用在哪里？更粗鲁，那是更粗鲁。哦，那个是更那个是更风趣的讲法的，应该讲更风趣的讲法。对对，更风趣。哦，没挡。对。再帮我翻译一次标准。没打，谢谢哈。不会，等一下我上。
生命，是黄金宝宝银元，阮的生命不值钱。干你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波波说。干你娘啊！怎么翻？我们阿美只有打啦，妈妈阿里不顾给伊那一束。套鸡掰怎么翻？大家跟侬比比说。套鸡掰那怎么翻？套你直接翻就俺都来不给啊！
谢谢。转过来一下比较亮，因为那逆光。我那么黑毛不要撞我，不是逆光啊。我那么黑毛不要撞我，不是。我那么黑毛不要撞我，不是。我那么黑毛不要撞我，不是。我要问健康教育哈，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阿里奇，乳酒，乌里奇，阿拉来，阿鲁来吧。阿拉来是我们男生的睾丸呐。哦，阿里奇的波罗。一个眼睛的头纱的，没堵住，都眼聋了。什么叫一个眼睛的头纱？就是我们的那个男人器官啦。哦，一个眼睛而已嘛。哦，这个包皮要怎么讲？国中课本写的那个包皮。哇，这个不要困难的。是，垃圾可以怎么讲？垃圾。舌吻。没那个拥抱怎么讲？马达达波鲁啊，马达达波鲁，马牵手怎么讲？马加加，马加，马加加到了，马加加，哦。德鲁古话怎么讲？装傻。啊，装傻。假装不知道这样。你就卖 gay 啊，那个装怎么讲？Menangi ni kerja。Menangi 是。Menangi 假装。哦。假装不知道 ini kerja。Ini kerja。Menangi ini kerja。Kerja。Menangi 是假装的意思。Menangi ni kerja。Menangi ini kerja。Kerja。哦。Menangi bibi 叫 gebai 吗？啊！Menangi bibi 叫 gebai 吗？啊！Menangi bibi 叫 gebai 吗？
啊，他们就现在讲说鸡掰就是又假又鸡掰，叫门拿尼门拿尼比比，就鸡掰呀，可以这样翻吗？不行不行。有，就帮没先听我讲啊、哦。我们就补救啊，就最简单。人家讲三个字干你，我们太阳就没有，就这样字面上翻出来怎么干你鸟哈？九问雅亚树。哦，超级拜要怎么翻？超级拜是九问比比。阳痿怎么讲？可是我不懂哎，没听过，我也没经验。那个做爱怎么讲？英文是 make love 那个做爱。make love 对。Yeah, OK。啊？酒肉。你直接讲吗？先大声点。酒肉。酒肉。给。啊，再一次。酒肉。酒肉。那如果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，那个黏在一起，那个交配怎么讲？可是发出那几个卡通。哇。那叫 zig zig。哈哈哈哈哈哈你这我对呀、啊、嗯，在叫骗子说话呀，那个叫罗罗，在叫骗子说话呀，那个叫罗罗。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的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啊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吴大师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！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出的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？
背新娘，我那个背怎么讲？什么背？啊？什么背？什么？什么背？有时候讲男生比较风流哦，好色，那个怎么讲？那个，挨一个见一个人没有？嗯。
有几天嘛，就阿十八山啊，进来在阿里。小山可以这么讲。他说你有外遇的话，我们都是很正常的。没有。Yes, it's a so。打手枪怎么讲 ？Usarius。啊 ？Usarius。他还有那个什么杰米亚克奖，你听过吗？杰米亚克。杰米亚克奖。哪里的？他那是什么意思？国语一样是打手枪，是还有两种讲法。中破塞里面有那个吹喇叭，那个怎么讲？吉米拉克。吉米拉克什么？就是互相舔这样子，互相舔，互相舔舔怎么讲？就刚刚那个。吉米拉克。那个吃怎么讲？根曼。上次他们东元好像是讲根曼屋里吃。也是可以啊，根曼大锅里。那个像我们。像我们没有。亚布斯纳古里斯啊，吹喇叭。亚布斯纳古里斯，亚布斯是什么？吹的意思啊，也是像吹喇叭的意思。对对对，那不大，多久要大？那个还有的没有？像那个高啊，那个没有？对，杰拉哥卡路莱呀。哦，卡路莱是什么？那个高啊，蛋呢？哦，男孩子的那个。对啊，那个很爽，怎么讲？啥来那？啊，还很舒服，打了人啊。射精怎么讲？你裤裆要硬呢，对，我都要出来。你裤裆要硬呢，出来。啊，另外一个翻译是，你裤裆要硬，就是我都要来了。快射了怎么讲？你裤裆哦。我们说快一点，那怎么讲？加加步啊，加加步。插深一点要怎么讲？就比方说那个竹子要插在洞。巴达拉就喂哦。啊喂，巴达拉就啊。巴达拉就很大，怎么讲？不大了，很粗啊。像这个树，这个树，对对，古达，古达，都叫古达。非常硬，很硬，怎么讲？沙裂黑啊，沙裂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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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硬的意思。哦，那如果讲那个，像我们讲男生器官或女生屁股很翘，或胸部很，你问的怎么这么怪怪的？健康教育啊！对啊，你问的怎么那么怪怪的？健康教育啊！对啊，你问的怎么那么怪怪的？健康教育啊！对啊，那种骨打手机的嘛？啊，骨打手机，很紧，怎么讲？工作很松啊，老。我等下再问很松。忙人，忙人。这个就不是盲人，很紧，盲人，盲人，很紧，盲人，盲人，怎么很松？怎么？啊不，马鲁卡，马鲁，马鲁卡，马鲁卡，那很软，怎么讲？像有的马鲁奶，马鲁奶，软掉吧哦，那是马鲁奶，马毛党，软掉啊，对啊，那是瘫痪，瘫痪，咖喱鸡瘫痪，咖喱鸡瘫痪，咖喱鸡瘫痪，中风啦，咖喱鸡瘫痪，中风啦，中风，马巴里，这是母语通叫什么？干鲁达骨伤了呀？是啊，干鲁达骨伤。你要吸珍珠奶茶或吸母奶？吸怎么讲？吸怎么讲？什么肉啊？什么点？什么肉？什么肉？嗯，吸母奶是吸那个吸吗？一样的意思。没有，更长。什么肉？大肚肚。啊，肚肚是。肚肚是奶，奶的意思。什么肉？大肚肚。哦，那那个奶水怎么讲？他们就是牛二哥。奶水怎么讲？个顶，个顶。哦。五大师比一比。开始。Udas pipi, Udas pipi, Udas pipi, Udas pipi,
乌达斯比比，乌达斯比比，乌达斯比比，乌达斯比比。还没，还没吗？还没。我的我的我的。啊，真的。乌杜沙印度啊。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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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达斯乌达斯比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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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达斯，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，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。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，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，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，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。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，乌达斯比比比比。乌达斯，比比比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比比比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比比比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。比比比比，乌达斯。